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江江，今天来跟大家聊聊一个字，生命的生。在2016、17、18这三年呢，整个地球给我的感受是要跟大家讲一个变，改变的变。也就是说，在这三年当中呢，因为大环境还有整个地球磁场的翻转。在这样翻转的能量当中，会冲刷掉很多很多，比如说可能正常上班的人会因为这样的翻转而失业，又或者是经营者会因为这样的翻转而产生很大的挫败而关店，又或者可能是因为经济萧条，整个大环境都没有像之前，没有像前六年那样这么蓬勃。比如说，我在这三年2016、17、18年这三年啊，我尽量都有跟我的朋友去说，你一定要在你现在的工作上面去做任何的改变。你只要有改变，你只要有做法不一样，想法不一样。经营的方式不一样，处理的方式不一样，或者是你产生更多更多不同的新的创造的做法，任何你只要有改变，等于说地球要我们改变，如果我们跟着也变了，是不是就可以顺着那个它要翻转的那个顺势就过了？但如果你一直维持不变，一直维持不变，在地球要翻转的时候，你没有跟着它的脚步，确实很容易就会被刷下来，而且会被刷得莫名其妙。那这个是16、17、18这三年的字，就是变嘛。可是现在已经18年即将要结束了。其实我前阵子就有想要讲，也之前影片也大概有稍微提到一下下，比如说我之前有说地球现在正在像扭毛巾一样正在 很用力的翻转，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做，在生活上，在工作上，不管是经营者或是帮老板上班，你一定要做一些改变，你才有办法在这样的变的当中顺着地球翻转的能量到达另一个阶段，也就是我今天要讲的生，生命的生。那我在感觉就是明年后年大后年啊，会因为这个字。为什么要讲生？你看哦，我们这前面三年16、17、18，你是不是做了改变？那当然，在比如说工作者来讲，你可能是换工作，那也或者说我们经营者来讲的话，也可能是换了新的做法或者是新的经营模式。不管你只要有做变动，是不是就不会这么上手，也不会那么纯熟，也或者说在经营这方面可能都还在摸索，都在摸索。不管你可能是在做网拍，或者是你另外又经营了一个什么店，又或者是你可能直播，就是你不管你换了什么模式或是方式，你是不是都还在很青涩的状况？也就是说，未来这三年呢，如果你有顺势翻转的人，你会在这未来这三年有点像我们种竹笋一样，慢慢慢慢会出头，慢慢会在这三年当中把你前面这三年的变化来做更美好的成长。那我的画面是什么呢？我们的画面啊，我的画面不是我们的画面，对不起，我的画面就像一个漏斗漏斗是不是上面有沙，然后不断的下来，不断谁先下来，最底层的沙最先下来，最底层的沙就有一点像16年被冲刷下来的人们。如果他在这三年当中，也就16、17、18被冲刷，他在16年被冲刷下来，然后又经过了改变，可能换新工作或是
新的经营方式，他是不是这个漏斗啊已经漏到最后了，18年已经是漏到最后了，明年19年也就是漏斗要翻过来的时候，漏斗要翻过来的时候，刚刚说了最先漏在下方的沙，最先漏在下方的沙，如果他有经过这三年翻转之后，他在哪里？他在最上方哦，他在最上方哦。也就是说，他如果从16年一开始的就被冲刷下来，他经过了17、18的努力，我相信在19年、20年、2021年这未来这三年，他会生长的特别更茁壮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已经比人家先准备了这个生长的生这个字。那你看我们现在已经是18年的最尾巴，如果没有赶上改变的人呢，其实你看沙的最后面，也就是说翻转过来之后，它就是最先下来的沙，最先漏下来的沙，了解吗？也就是说它没有在应该要做转换的时候及时搭上便车或者是脚步，跟上脚步，于是可能在这个漏斗翻转过来之后，我们都已经要生长了，然后它才来改变，这个时候可能它就会工作的不是很顺利或是不是很顺遂，因为别人都已经在生长生，生命力的生，也就是说别人已经在做这三年我们因应着地球给予生长的能量，然后慢慢的去茁壮，可是他正在做的是变，变改变跟生长是不是有一点不太一样，那个能量是不太一样，所以如果他没有搭上这个变动的这个能量啊，他没有跟上这个变动的方式脚步啊，可能在未来三年可能会比较辛苦一点，所以在这边这是我个人的分享，你们可以听听就好，可以听听就好，真的，因为毕竟不见得每一个人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些画面或者是领悟，那也或者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意念，但我只是浅浅的把我很粗框架，就是很大的框架，最边缘的那个大框架告诉你们而已，那中间怎么去建构你这三年要的东西，也是要靠你自己点滴的去逐渐把它创造出来。那今天只是因为那个意念一直要我说不要再拖了，再拖就没有时间让大家准备了，所以我今天才用这个生命的生告诉大家，未来这三年啊，我们地球因为翻转了，接下来要做的事就是给予新的生命力，经过了翻转改变，新的做法新的想法会因为这一股地球给予的生命力能量呢得与营养，来让自己好好在这改变当中慢慢的变得越来越好。那就用这个小影片跟大家做分享咯，也就是说未来这三年的代表性的一个字，我个人的画面啦，我个人都是我个人，所以你们可以听听就好，我个人就是生命的生这个字，就这样咯， I love you， 拜拜。